姥姥，你天天给我做好吃的烦不烦呀？烦啊，天天给你做还要洗碗。那你不会做一个不用洗碗的呀？算得很，姥姥给你想想办法。哇哇，小外甥全跑了，快来呀！啊，来了来了，姥姥，捡到了！啊，捡到了！耶、yeah ！好，哇，又跑两了。姥姥，要是不好吃，以后就别烧茄子了。你小子等着，姥姥给你上一课。姥姥，要不要帮忙？不要你帮忙，你只会越帮越忙。小外甥，快烤好啦！姥姥，这烤得好香啊！姥姥，慢点吃，烫嘴。你别急，姥姥先替你尝一口。